1935年，日本侵略的野心不断膨胀，在签订了塘沽协定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与此同时，西方的法西斯势力正在形成，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此，东北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袤无垠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1935年，日军悍然发动了华北事变。面对日本的武力恫吓，国民政府又一次妥协退让。何应钦于7月6日复信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日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均承诺之。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和梅协定。日军还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妄图使冀、察、晋、绥、鲁五省正式脱离中国版图，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软弱退让，丧权辱国，更加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想法。此时，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早在1935年2月，因中共上海局遭受破坏，中共满洲省委与中共中央失掉了联系。此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运动便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写了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亦称63指示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扩大游击运动与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问题。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在莫斯科准备参加共产国际七大。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国内华北事变的严重局势，酝酿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号召在全世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作为东北抗日游击区的唯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正式向共产国际递交了宣言，因斯大林审阅批注的时间是1935年8月1日，历史上习惯称其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重申了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把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军队都团结在了统一战线之中，对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使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八一宣言，这个意义呢非常重大，它对这个指导
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应该说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根据八一宣言提出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统一全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同年2月20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正式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及东北反日民众救国军部队从即日起一律改组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根据这个宣言，在中共东北各省特委领导下，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11个军，以后又陆续编为三大陆军。1936年2月，魏拯民从莫斯科回到东北后，在宁安南湖头召开了会议。魏拯民向周保中等人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研究了如何建立各省委和筹建东北抗日联军等问题。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严重威胁了日伪的统治，使日军深感不安。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道一感叹，匪团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加强，特别是其深刻的质的变化及共匪化。他提出，对既往的治安工作必须命令来一次重大的转变方向。为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周密策划，制定了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妄图在3年内达到彻底肃清在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部队的目的。1936年10月，日军首先对东边到北部9县发动了满军独立大讨伐，在通化成立了讨伐指导部，由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道一为指导部长，伪满军政部大臣于芷山亲自任司令官，调集兵力1.6万人，对抗联第一、二军及其他抗日军进行残酷的分区讨伐。对抗联、对人民群众，是吧？进行呢这个法西斯的宣传，是吧？号召抗联投降满洲国，号召人民群众顺应满洲国。如果谁违背了这个，就当作反满抗日的分子，是吧？进行逮捕、刑讯、镇压，直至杀害。一天，杨靖宇从日伪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东征的消息后，一个战略构想慢慢在他的脑中形成。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完成了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宝安县吴起镇，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杨靖宇深知东北抗战局势的严峻，作为一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和游击战专家，他看得很清楚。虽然几年来他率领一军取得了许多胜利，但从本质上来讲，一军的战略回旋余地很小。西面和南面是敌人严密控制的奉天和辽东半岛，北面是伪满洲国的心脏长春，东面是朝鲜，虽有长白山之险，但日军重兵的包围和东北的恶劣气候使这仅有的优势大打折扣。处在如此包围之中，唯一的办法是去寻找战略上的支持。
杨靖宇的想法是，如果红军东征能到达热河作战，他的部队就可以从西南至东北两个方向对承德、锦州、奉天之敌形成战略夹击，形成互为犄角之势。那样不但能够获得急需的战略支援，而且整个伪满洲国南部甚至整个东北战场的局面都会改变。于是在1936年6月28日，敌师主力400多人从本溪和尚帽子一带出发，开始了西征。由于西征部队是步兵，机动性十分有限，日军很快就察觉到了伊军的西征意图，跟踪追击，层层包围，西征部队的处境日益艰难。然而令日军没有想到的却是，处于绝境中的抗联战士竟然在回师途中，在摩天岭给日军设下了埋伏。7月15日中午，当尾追的日军30多人进入抗联伏击圈的时候，伏击部队突然开火，将包括中队长金田在内的日军全部歼灭。虽然摩天岭一战取得了胜利，但西征队伍也遭到了损失，师参谋长李敏焕不幸牺牲。摩天岭战役后，部队一路上与日伪军数次作战，战士大量牺牲，加之部队长途行军劳累过度，于是第一师各部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相继返回本溪县游击区。后来杨靖宇率领军部指战员在兴京县窟窿榆树一带与西征返回部队会合时，为赞颂西征壮举，他亲自谱写了一首《西征胜利歌》。杨靖宇为了鼓舞士气，是吧？这个因为这西征呢虽然失败了，但是他还有他的这个功绩啊，他有胜利的因素，是吧？还有他的成绩的一面，所以他专门写了一个《西征胜利歌》。这个胜利歌呢，主要是呢鼓，在某种程度是鼓舞士气啊，起到这么样的作用。这个歌呢，在这个抗联一路军的这个流传，这传唱很久。大家也都感到哈，杨靖宇也是个哈文人吧，是吧？是一很有诗才，是吧？很能写这个鼓舞人们斗志的这样诗歌。这首歌呢，在这个东北抗联这个斗争中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西征这次呢，给敌人很大的打击，宣传了抗联的这个精神。好多这个老百姓呢，在这个途中呢，都不知道有抗联这个队伍。通过西征呢，这些老百姓呢，觉得我们有希望，我们还有抗日的队伍。1936年6月，在杨靖宇的西征部队出发之际，魏拯民率领一个连的兵力，从抚松二军密营出发，月末到达了河里，与杨靖宇相会。鉴于魏拯民带来的中央指示事关重大，7月初，中共南满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河里根据地召开，会议决定将东满和南满党组织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由魏拯民任省委书记，将抗联一二军合编为抗联第一路军，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次会议确定了一路军的作战方向，即冲破东边的山林地带，向辽南、辽西发展。在随后召开的一路军总司令部会议上，魏拯民和杨靖宇还制定了一个颇为宏伟的战略计划，让一军的部分军力向热河远征。这是继第一次西征之后，东北抗日联军再次试图与关内红军取得联系而做出的尝试。根据合理会议的部署，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率领部队返回抚松游击区，与政委魏拯民联合各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集中兵力攻打抚松县城，
攻打抚松县城的战斗虽未达到占领该城的预期目的，但也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战斗充分调动牵制了日伪军的兵力，策应了第一军再一次的西征。攻打抚松县城之后，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组织二军干部在抚松蒙江边界的小汤河村召开会议。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突然遭到500多日伪军的袭击，王德泰立即派战士以四挺轻机枪为主要火力挡住日伪军的正面进攻，他自己则登上距离敌人很近的西山头，带领4师与6师的部分战士与日伪军展开殊死激战。战斗从早晨7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战斗中机枪射手与副射手相继牺牲，王德泰抱起机枪奋不顾身地朝日伪军猛烈扫射。下午3点，日伪军终于抵挡不住，开始向南败退，王德泰率领战士们发起追击。这时一枚子弹击中了他。这一天是1936年11月7日，年仅29岁的军长王德泰壮烈殉国。王德泰的牺牲是抗日联军的重大损失。作为并肩作战的战友，杨靖宇来不及表现出更多的悲伤。为了抗击日军，完成战友王德泰的遗愿，他立即投入到新的战斗之中。再一次的西征任务将由抗联第一军和王德泰生前领导的二军共同完成。1936年11月，杨靖宇认真总结了第一次西征的经验教训，决定把第一军第3师部队改编为骑兵，趁日伪军不备，迅速突击到铁岭、法库一带，在冬季利用辽河封冻之际冲到热河，从而尽快找到关内的党中央和红军队伍。这一计划使抗联战士们上下一片欢呼。负责全师训练工作的杨俊恒参谋长披星戴月地为部队挑选良驹，因为部队里大多数战士都不会骑马，训练骑术又成了出兵前的一件大事。杨俊恒整天在马背上下翻滚，一遍又一遍地给战士们做着示范。1936年11月下旬的一天，400多名抗联战士跃上了战马，冒着凛冽的寒风挥师西征。为了隐蔽行踪，部队白天休息，夜间行军，但仍被日军发现了踪迹。日军发动1000多人紧随抗联部队穷追不舍。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抗联部队与追击的日军进行了几轮较量。历经1个月的艰苦奋战，抗联第3师西征部队终于冲破了敌人的封锁，途经兴津、清远、铁岭，跨越南满铁路北段，抵达了辽河东岸。胜利就在眼前。然而这年冬季气候反常，气温偏高，12月下旬的深冬，辽河不但没有结冰，反而河水暴涨，水面增宽，奔流不止。同时各渡口也早有日军严密把守，渡船都被日军控制了起来。天不遂人愿，
年轻的战士倒在马背上放声大哭，年长的战士则望着滚滚辽河水默默不语。不得已之下，西征部队返回清原、兴京和西丰抗日游击区，第二次西征再次失败。1936年9月18日，中共诸河中心县委、汤原中心县委和第三六军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诸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建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统一领导北满地区的党组织和抗日斗争。赵尚志、冯仲云、李兆麟等九人为常委，赵尚志为执委主席，冯仲云被选为省委书记。省委成立后，加强了对北满地区党组织和抗联各军的领导，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斗争的发展。从1936年2月到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相继组成，使在东北的抗日力量进一步壮大，军力达到了30000余人，并且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从此，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有了统一的领导，抗联各军在辽、吉、黑三省进行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威胁着日伪的统治，仿佛在日军统治的满蒙地区插上了一把尖刀，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东北抗联从创建游击队开始，就以红军为样板，注重从多方面加强部队建设，不断提高战斗力，主要是健全党的组织，坚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深入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增强部队的政治责任，开展多种形式的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重视军制工作，规范部队行为准则。你包括在杨靖宇当年活动的地方，他们俗称他们为红军，因为原来是红32军嘛，这老百姓始终说是红军跟其他队伍一样，红军来了还帮着老百姓扫院子，说这个是东北老百姓从来没有见到的一支新型军队。说这样的部队呢，他就容易得到群众的拥护，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老百姓给你送粮食掩护你，那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军政素质提高，你能引起这个变化。你要为什么旧的那些义勇军一年就垮台了，就是因为你这纪律太坏，素质也不行。所以军政素质提高对抗日联军长久的坚持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游击根据地还设有医院，靠简单的器具和不充足的中西医药品为游击队员及群众医伤治病，并且开办了多种刊物和报纸，开展对群众的抗日教育。部队学习文化是抗联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从游击队时起，连队就成立了14班，利用战斗间隙和部队休整时学习文化知识。杨靖宇、魏拯民等主要领导人都曾经亲自教战士们识字和讲授有关知识，为了便于学习还编了文化课本。很多农家出身的抗联战士第一次拿起用树枝做成的笔，在地上练习写字。那时候买布也不好买，我们都是地方弄的竹子，带颜色的布不能买，人家的敌人也得怀疑，就买的白布。白布啊，拿来以后吧，我们把个树皮啊什么啊东西啊，山上的草啊，老百姓告诉我这些东西吧，你搞过去煮完了，白布都搞里头，染了，蓝不蓝，灰不灰，黑不灰，就那么布，完了。我们开始自己做衣服。
所以打一的那个地方有这个一个根据地吧，马上和赵长志研究的成立一个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三期的很多干部，培养这些干部又能文又能武，对抗联的队伍的发展和整个的壮大起了很大的效果。东北抗日队伍的不断壮大让日军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于是在1936年7月16日，日本关东军根据三年肃政计划下达了第1063号命令，规定了第二期肃政计划要领，把松花江两岸地区的伪滨州、三江两省作为第二期肃政的重点，并将日军第九师团临时加强到这一地区。大批日伪军开始包围游击区，从铁路沿线向游击区修建了警备道路，架设警备电话线。日伪当局强迫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烧毁散居民房，造成大批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以此割断抗联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10月份，日伪军开始了以汤原、通河、宜兰等地区为中心的大讨伐，妄图把抗联第三、第六军等抗日武装一举歼灭。就是把老百姓和这个抗日联军给它分离开。怎么分离法呢？就是这个东北它有一个特点，屯落大，但是又比较稀，山区人不多。他就把山区老百姓全赶下来，集中到山下，然后建了一个大的村落，叫集团部落。这个集团部落外面有围墙，如果这个出入口的话有警察或者是这个看守，每个人要发良民证，上面要贴照片，是你这要有辨认的。去干活的时候，警察要搜身，你只能带你就是中午一顿的干粮，你想背一袋子粮食出去那是办不到的。每个人出去出到外头干活也只能是，就带着今天中午这一顿的干粮可以。这样的话呢，他就使这个老百姓没办法接济抗日联军，等于说在山区制造了大批的无人区。这个集团部落从1936年开始搞，在36年当年还没有这么严重，37年、38年之后，在这个东北有抗日联军活动的山区全面的推广。这可以说是对东北抗日联军最致命的打击。在这种形势下，抗联第三军为了冲破日伪军的包围和封锁，决定开辟新的根据地。最好的办法是向日伪统治环节薄弱的缝隙地区突进。于是决定以抗联第三军主力第1、2、3、5、6、9师向铁力、海伦地区进行西征，开辟以海伦、铁力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域。第三军第一师为先遣队，在师政治部主任李锡山的带领下，率先从汤原出发，经东兴到达庆城，与这里活动的第九师会合，然后向铁力挺进。在经历了2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之后，于11月到达了铁力，与先前从庆城赶到铁力的第六师会师。活动于宾县的第三军2、3师，由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率领，从宾县境内渡过松花江，穿越人烟稀少的山林地带，于11月间也进入了铁力东山里。与首批进到铁力地区的各师会合。11月，抗联第三军政保师、少年连以及第一、五师一部共500余人，在军长赵尚志率领下，也从汤原出发西征。在与日伪军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后，于12月到达铁力，与先期到达的部队胜利会师。这个西征呢，就是因为正好跨过一年的几乎四季啊，所以说呢，春夏秋冬全都经历了，特别是这个冬天呢，
那个时候冬天30-40度，40-50度，零下这个温度啊，那是非常，这在我们现在是难以想象。冬天是这样，夏天的呢就是蚊子、小鸟、苍蝇，哎呀，那你是非常难受。这人在那个原始森林，那时候那个森林不像现在呀，那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那里头走路几乎是气都透不过来。他们就在这样环境的下，经过这个大半年时间，就8-9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部队基本上拉到西边去了。西征胜利后，赵尚志在部署了进一步工作后，又率军部少年连和第6师共200多人组成了队伍，不顾刺骨的严寒，继续向北远征。敌人布置重兵，对远征部队进行追击。大雪齐息，在历尽艰难之后，第3军的战士们抵达了黑龙江省黑风口原始森林。山里的泉水由于地势不平，形成了一趟趟的冰层，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冰趟子。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赵尚志敏锐地觉察到，这将是一个天然的战场，如果在这里进行一场伏击战，必将歼敌不少。第3天傍晚，足有800多名日伪军进驻了沟底。赵尚志在坡顶看到日军已经全部进沟，立即下令射击。刹那间，山谷两侧枪声震耳，弹雨纷飞。日军见中了埋伏，便向坡顶冲来，哪知道脚下却是湿滑的冰面，冲上来又滑下去，根本站不住脚。几百号人成了战士们的活靶子，被压制在沟底。东北冬季的夜晚，气温骤然下降，日伪军的枪栓被冻住，受伤的日军被冻在冰面上，一夜之间冻死了数10人。而抗联战士手中的枪也被冻住，但赵尚志早有准备，在林中燃起火堆，让战士们轮换着烤火。战斗整整打了一夜，直到天亮，战士们的子弹基本打光了，才让一部分日军侥幸从沟口突围出去。这场战斗击毙击伤日军达300余人，整个沟底到处是冻僵的日伪军尸体和丢弃的武器，而赵尚志的部队也牺牲了7名战士。冰趟子战斗是东北抗日联军与日伪军作战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日军对这次战败痛心疾首，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发下誓愿，一定要消灭赵尚志。这次战役结束后，在北满侵华日军中流传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这是位于哈尔滨伊曼街上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在1933年9月，这里曾是伪哈尔滨警察厅，是日本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的罪恶场所。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曾在这里遭受酷刑之后走上刑场。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25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在他的大姐夫共产党员郑佑芝的影响下，他很快地接受了新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武昌参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党组织派他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党组织决定让他提前回国。
他先后在湖北、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当时他的孩子刚出生，为了不影响工作，忍痛将刚满一周岁的儿子乳名宁儿送到汉口亲戚家抚养，这竟成为了他们母子间的永别。1933年4月，赵一曼领导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运动并取得了胜利。赵一曼在哈尔滨期间写了一首题为《滨江述怀》的诗：世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每系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4年7月间，他转移到了哈尔滨东南山区的诸河县，现今的上志县，担任抗日游击区3军1师2团政委。在哈尔滨，实际上他是地下工作被破坏了，就是领导这个工人大罢工以后，出现了这个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然后呢，当时党组织呢找他谈话，就是那个省委组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找他谈话是要他，因为赵一曼身体不是太好，让他到这个还到这个城市里边做这个做地下工作。当时赵一曼因为他学习过军事，所以他主动要求呢到这个游击区去做抗日工作，这样就把他派到诸河游击区去做抗日工作。1935年11月22日，在与日伪军的战斗中，赵一曼左大腿骨被子弹击中受伤，昏倒在雪地里被俘。审问赵一曼的日本军官叫大野泰治，从最初的骄横到中间的拉拢，及至最后的疯狂折磨，大野泰治不得不对赵一曼的人格尊严和信仰由衷钦佩。他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供称，第一次我用马灯一照他，看到他满脸苍白是汗，他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那仇恨的目光使我感到一阵颤抖，心里发凉。日本人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竹签钉满了食指，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地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但赵一曼从未呻吟过一声。在施酷刑过程中，为了不让赵一曼昏迷失去刑讯效果，日本宪兵先是用冷水泼，后来改用化学药水熏，多次注射大剂量的强心针和樟脑钉，待赵一曼恢复体力头脑清醒后再继续用刑。在被关押了8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暴雨滂沱，赵一曼说服警卫董宪勋和女护士韩永义从医院逃走。闻讯赶来的日伪警察追到阿石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一曼等人。赵一曼再次被捕，从被捕到走上刑场历经9个月的时间，赵一曼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最后一刻，他到处白骨外露，身体多处碳化。施行酷刑的日本人绝望了，他们决定处死赵一曼。1936年8月2日凌晨，日军决定把赵一曼送回诸河县示众处死。赵一曼
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心情反而更加平静，于是给心爱的儿子写下这封感天动地的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今天，为了纪念这位仅有31岁的年轻生命，哈尔滨人民把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命名为伊曼街。赵一曼呢，可以这样讲，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而且赵一曼呢，我们可以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中华民族优秀女性的代表，一个伟大的母亲。他用他辗转的一生啊，写下了中华民族女性那种最伟大的精神。他呢，牺牲的时候年仅31岁。自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以来，各军在辽吉黑广阔地域展开了大规模游击活动，掀起了抗日斗争新的高潮，歼灭了大量日伪军，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在评价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地位和作用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中国开始出现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抗联战士所面临的将是更艰苦、更加严酷的斗争。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配合全国抗战，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继续展开着英勇的游击战争。